县长卓伯远是率县府团队及乡镇市首长一起参加100公尺的竞走，为这次赛会拉开序幕。彰化县99年县民运动大会13日在彰化县立体育馆正式揭幕，来自全县1767位运动好手参与这项盛会，展开为期3天的切磋竞技。这次的全民运动大会呢，总共有1767位的选手，还是说参加相当踊跃。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运动会呢，可以替我们彰化县选拔优秀的人才参加咱99年电竞的运动大会，啊嘛会当来培训咱民国100年代表咱彰化县参加全国运动会的选手。开幕典礼是由荣获创编运动操全国分区赛中区第二名的民生国小表演快乐健康 EZGO 揭开序幕。接着由平和国小舞蹈班小朋友以活泼曼妙的非洲探险队展现热情和活力，压轴是曾获得全国啦啦队比赛第一名的大同国中啦啦队，活泼有劲、青春洋溢的表演，三项精彩的演出获得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开幕典礼为我们进行这场表演的民生国小、平和国小还有大同国中的同学，他们表演的精不精彩？精彩，掌声给他们，感谢一下。今年度的县民运动大会，各界的参与相当的踊跃，团体组加上田径组，一共有1767位的选手，大家在为期3天的运动赛事中，要展现实力，各显神通。县长在会中同时表扬彰化县99年度体育有功人员，感谢这10位老师对彰化县体育的贡献。县长会中也赞许彰化县多项的佳绩，像是全国科展、网博、奥林匹亚、电脑技能等，代表彰化县正在蜕变。尤其彰化县争取100年全运在彰化，县长期勉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大家能够全心全力将百年全运在彰化办到最好，让全国都看得见。